你们还记得这边吗？这边其实有一棵八年树的，已经移民了。我给你们看之前的影片。这棵八年树之前死马当活马医的，这有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在这边呢。你看啊，这棵树现在给你们看是光溜溜的，现在你看长叶子了，应该是没问题，应该是救的活。这棵树之前给你们看呢，就是它这边的泥土，对啊，还记得吗？还有泥土这边粘有粘性的，对吧？开始漂亮了这里，啊，整棵树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种新的苗下去了。如果之前那棵树没有事情呢，就是和这棵树一样大棵了，八年树，啊，是这么大棵的应该有，但是已经移民了。就是我们死马当活马医的，就在这个地方这位置啊，它的树头还在，救不回了，就不要浪费时间再种过新的。